欢迎来到戴尔科技2022 PowerEdge Server Awards 伺服器科技创新大赏的评选解析。今天即将揭晓 PowerEdge 11项最具独创性、前瞻性跟永续性的创新技术哦。PowerEdge 全新一代配备 PERC 11控制器，同时支援 NVMe Hardware RAID， 打破传统硬碟使用 SAS 界面，为伺服器开创可观的效能表现，同时可以实现多核心的处理，使效能大幅提升。BOSS S2 仅有迷你遥控器般大小，却提供了关键的功能改进，可轻松拆卸，支援热插拔的便利性，缔造了更简单的 IT 维运流程。对于需要进行完整作业系统的安装、应用程式的资料写入的 IT 而言，堪为一大福音。戴尔科技全新独家适用于 InfiniBand 的 SnapIO， 致力于避免处理的资料行经 CPU 互联的 UPI 连接，在伺服器存取位于网路卡的远端记忆体时，有效减低延迟，释出 UPI 频宽，平衡 IO 效能，是前所未见的创新技术。多重向量冷却技术 2.0 有专属的管道型风扇、多重向量散热设计以及自动调试冷却功能，可将气流导引至伺服器温度最高的部分，改善能源使用效率，达到最佳的冷却效果。每瓦运算效能较以往提升 20% 至 60%， 带来惊人的突破。因应企业中央处理器的热功耗日渐变高，戴尔科技提供了液态降温的选项，搭配液体泄漏的侦测，一旦发生冷却意外泄，伺服器的渗漏感测器就会回报到 iDRAC 远端管理系统中，让 IT 可以及时处理，避免造成损失。戴尔科技独家跨产品的元件验证解决方案，提供端到端的供应链保障，突破资安以往只聚焦于作业系统、应用、防火墙以及入侵防护与侦测系统，打造全产品生命周期保障，从部署、维护以至于除役，建构母胎安全的全方位防护体系。iDRAC 9 智能管理晶片整合 OpenManage 齐全的管理工具，能够轻易消弭各种威胁，以及自动执行安全性工作流程，提供自动化可重复的程序，智能助攻安全保护。2030射月计划是戴尔科技极具野心的目标，到2030年，客户每购买一件戴尔的产品，戴尔就会复用或回收一件同等的产品，同时100%的包装将由回收或可再生材料制成，实现每单位收入减少60%的科技型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。APEX 完整的专案规划指导企业进行技术转型，确保几乎所有退役设备能再利用与回收，而非以一般垃圾处理，在硬体设备上达到物尽其用、减少资源浪费、降低碳排放的目的，落实企业对于绿色永续的理想。 PowerEdge 新一代 PSU 电源效率最低为 92%， 并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进行温度控制，包括使用高性能风扇、新的 CPU 散热器和梯形主机板布局，同时搭配 OME Power Manager 有效管理能源资源所需，最大限度延长正常运行时间，为节约能源带来崭新的永续愿景。 PowerEdge 伺服器包含高达 35% 的回收材料，且上油漆和涂料的使用是经过减量设计，获得 ENERGY STAR 3.0 的标章与 EP 铜牌的注册。 PowerEdge 从产品包材到能源的节约，每个步骤都为客户想得更多，同时也为地球环境尽最大的努力，实至名归的取得多项认证。让我们一同期待戴尔科技 PowerEdge 未来的发展，也别忘了订阅追踪，按下小铃铛，看完整活动网页还有机会获得观众好礼赏哦。